在台湾有日月潭、太鲁阁这些知名的旅游景点，吸引了无数的国际游客呢前往观光。另外呢，还有君悦、希尔顿等等多间的五星级的饭店，提供旅客顶级舒适的住宿环境。不过，在台湾的街头巷弄，其实还可以发现更多的惊喜。超奢华的时尚精品旅馆，只要让人花小钱，就能体验贵族般住宿的享受。现在就让旅游主播刘怡君带您走进台北街头，品味台湾人的生活美学。如果说旅行是体验另一种生活，那融入当地人生活就是享受旅行最道地的方式。为了让更多国际旅客有机会深入了解台湾文化本质，2010年时，中华民国交通部观光局将全台湾分为六大区，推动国际光点计划，来鼓励各区发展特色商品、文艺活动，展现地方生活美学。而北区国际光点计划重心就在康青龙生活街区。在台北市的永康街，这里新兴的一个生活圈，称之为康青龙商圈。许多国际观光客喜欢来到这里的原因，是因为在这里不只有台湾制造的商品，还有很多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等待您来这里发掘。在康青龙这里聚集一间间独特性格小店、茶坊、餐厅，加上时尚和古典交错的工作坊，孕育出精致空间，形成另一种闲适自在的生活文化。而四处弥漫的书香、茶香、咖啡香，更让旅行者有一种品味生活的悠闲感觉。另外，来到永康街绝对不能错过的，还有这碗风靡亚洲的芒果冰。It's sweet and cold, and I put it in my mouth and it just melts, and it tastes amazing. When I first came, I was skinny like you. Now I'm so much whiter because of all the great food. We're getting dizzy watching food spin around. Dinner, lunch, we just came out of this place over here is delicious. 除了享受美食，康青龙也是个寻宝天堂。许多艺术家在这里贩卖各种精致手工小物，要用心让每一位旅客感受到最单纯、最原始，也最触动心灵的生活艺术。美丽的艺术品不止在街头小店里面看得到，现在在台湾兴起了一股时尚精品旅馆风潮，也就是在整间饭店里面结合了艺术家还有建筑设计师的创作理念，让每一间房间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艺术氛围，置身在其中，你就可以充分的去领略到不同的住宿体验。那65个房间用了大概700多种元素去打造，蛮高的比例都是由木兰很精心去自己设计、自己开模甚至自己制造，又或者是很多的家具家饰都是从东南亚那一边进口进来。那我们每个房间都会用很大量的大理石，那这个都是目前在台北市旅馆很少见的一个操作的手法。从台中发迹的台湾汽车旅馆文化，在庞大竞争压力下，造就一间间时尚精品旅馆诞生。相较于五星级饭店一贯承袭的服务设施，时尚精品旅馆呈现的是每间房间风格色系各异其趣，置身其中，仿佛远离繁嚣都市的悠闲度假感受。我们一直很想要推广给消费者感受的就是城市度假风，把我们一些自然的植栽造景给导到我们室内的房间里面来。那我们会确保不同的树种会在不同的季节，在木兰的一个景观里面会有不同的一个花海的一个呈现。那像这个房间，它会有一个专属的户外露天的游泳池，跟一般五星级房间比较起来是便宜很多，但是它能够体验到的房间的空间的坪数，或者是享受到这些自然元素的一些氛围，都是一般五星级饭店它所不能够呈现出来的。时尚精品旅馆为旅客提供的隐私，不只有私人空间，连用餐时刻都可以选择餐点送达服务，在房间就能享用顶级美食，或是到装饰奢华的餐厅细细品尝主厨特制餐点，也是另一种浪漫体验。是以中华料理为主要的特色之一，那像我们有一个大红灯笼，就是我们店里的招牌菜，我们主厨特调的那个粉中药粉下去调，对，那香气都很足够。这样在台湾有许多地方值得放慢脚步用心品味，如果能从不同角度看台湾，您会发现旅行台湾充满着无限美好与惊奇。You know, everyone's really nice
and the culture is just amazing. Vacation and business. Okay, we put them together. 15-hour flight, we want to do more than just one. I'll definitely be back here again. 18台新闻刘怡君、吴宇芝在台湾台北的采访报道。